错，今天又回到了我们的 office 了，是不是很无聊呢？每一天都看我来 office 的 vlog， 哇！但是今天 office 终于焕然一新了，因为那个灯呢全部都已经装好了，然后玻璃啊该装的东西都差不多装了啦，都装着了。这些灯啊，然后灯哦全部装完了，然后我们也把灯全部开完，然后前面呢看到黄黄的氛围就是我们的 office 啊。OK， 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 office 啊。首先你们会看到这个灯呢目前是黄色，然后呢我们选的灯呢是可以换那个它的灯的温度的，看啊，我秀给你们看啊。 OK， 现在它是黄灯，我关开它是比较冷一点，我再关我再开它就直接是蓝就是白灯哦。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 office 里面就是可以看心情来换那个氛围。但是白灯，然后我再把它关开，它就变成黄灯。所以现在这种黄灯的氛围的话，就比较适合可能工作完了啊，然后想要放松休息一下的时候，就可以开这样子的黄灯的氛围啦。然后你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板，就是从门口一走进来，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板。这个地方我们之后是会要上我们的那个 logo， 就是我们品牌的 logo。然后呢，上面那边有三支灯管。这个灯管呢是在这边开店 ，OK。当然后这一个灯就会照着我们的招牌咯，所以一有客人上来的时候，他一进门他就会看到这个板面，就是那个灯照着我们的招牌。招牌在这边，一进来门过后，这一个地方我们之后就会放一些沙发，然后放一些地毯啊，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招待客人的一个区域，就是他们一从这个门进来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来这边，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可能如果我们很忙在做这东西，然后有客人要见我们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在这边等待一下咯。然后这个位置到时候应该会放一台水机，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喝水。然后这些上面的灯呢，我们是没有像我们 office 一样是可以换那个灯的那个温度的，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这个区域也是黄黄这样子的感觉的话，我们会担心就是我们的员工可能会提不起劲做工啊，可能会昏昏欲睡，所以为了让他们比较有精神可以做工，然后也不会伤害他们的眼睛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选择了用这个白灯啊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，OK， 在这个地方是厕所，厕所咧开这个灯，然后呢，哇，这里很肮脏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个东西呢是 Benny 坚持要的，因为他对风扇呢是很执着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大便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开风扇，看到吗？风扇转了，哇哦！然后一样，这个灯呢是可以控制它的温度，这个是它的亮度 ，OK。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开到最亮，然后还有它的温度。现在是变到比较蓝哦，然后现在这样子就变到比较黄，所以 Benny 是一个连大便都很会享受的人，他讲究厕所的氛围，还有那个厕所的那个通风那个程度，哎，也是好啦，因为我们大便也不会流汗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来到了 IKEA， 今天来 IKEA 呢是因为要来选一选我们 office 的一些家私。看一些沙发，看一些 office table 啊，看一些椅子啊，看一些地毯啊，看一些桌子啊之类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沙发区，可以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沙发哦，这边是床啊，那边都是沙发来的，全部都是沙发。这样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，没有想法。看咯，看有什么喜欢的，走走看看咯。OK， 现在看了沙发，然后我们等下还要去看我们的 office 的桌子，就是我们个人的房间的那个桌子。哇，正版的 EZ 哦，哇，假版的啦。那你偷一双回去啊？好过你穿拖鞋吗？这双巴兰鞋跟拖鞋都不够这双贵哦。鞋 X-ray 啊。IKEA 最厉害就是可以把这种小小的空间然后打造到很舒服，可是同样的东西你买回家过后可能感觉就会不一样，不能这么他们这种应该是请到很专业的那种 interior design 来做的，所以对哦，
我们自己买回家照着来放的话，可能那感觉还是会差一点点。你们有看到这一颗吗？这一颗就是我的，我觉得可以拿来放在我们 office 一进去，那一进去门那边不是有一块木板的，然后木板的左右两边可以放这个盆栽，因为上面有一盏灯照下来是照射着我们的招牌的嘛。然后，哇，把自己拿走了。走啊走啊，买两颗哎，你一颗没有用哎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office 的区域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张桌子，我们觉得蛮不错的。这一张桌子是走木色系，然后这个市场价钱哦，然后它的质感 best 不错哎 good， 然后它的整体的色系也蛮符合我们公司的那个感觉，因为我们过后地板也是会做木的地板嘛，然后这个也是木的桌子，很 match 哦。你觉得这大小 OK 吗？够你用吗？可能还大了，大了啊！可是房间很大，你放太小就不很怪耶。是啊、可是讲你讲够不够用啊？哦，讲我一定是够用。OK。哈哈哈！美丽还煮菜哦，哇，煮不煮牛排哦？哎，陈林，来来来来，上菜哦，上菜哦。哇！哈哈哈！我再轻一点哇，现在很顺手这样哦。哈哈哈！很顺手这样哦。来可以吃哦，可以给它放回去，在这边。OK， Cherry 呢，他整间家呢，他对厨房是最无法自拔的，所以他每次看到这种美美的厨房啊，他整个人会发狂的发疯。你看他，他已经很自我陶醉在这种厨房的摆设，所以以后的家呢，不管怎样呢，我都要丢一笔很大笔的钱在装修厨房方面。那种 master room 啊，客厅啊，可以很简陋，不用紧。厨房一定要做美美耶。当然没有。他很执着厨房就对了，厨房他很执着，因为他觉得煮菜就是要很有那种仪式感，要美美的那种感觉。煮了咧，那个心情就会比较好，心情好，煮出来的食物就会比较好吃，比较好吃，我吃了我也会比较开心，对不对？开心你就有。精力做工，开心我就有精力做工，有精力做工我就可以赚钱，赚钱过后又可以给，又可以买更美的厨房。OK，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，哈哈，叮，想必你们看到这个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作用了啦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就是要买这个给 Oni 睡觉。对啊，你看是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说 Oni 呢，他就可以睡在上面哦，哇，好像很爽这样哦。OK 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拿一个。拿这个骰子，拿这个。OK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就在阿旺还有 Jasmine 的家。OK， 是最后的阿旺 Jasmine 家。Yes 。OK， 相信你们也知道阿旺跟 Jasmine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然后今天呢，今天我们会在家里，就是我们自己人，吃一次火锅，然后吃一点 barbecue， 就是烤肉这样子啦。然后阿旺在准备着。这个是那个火锅炉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烤肉了。哦，这个是。然后你要不要自己亲口讲，今天的这个巴蒂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双鸭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巴蒂？不是 farewell 吗？啊 ，farewell，farewell Jasmine 嘛。然后也是顺便。是 farewell 这间家，还是 farewell Jasmine 先 ？farewell 这一间家，然后 farewell Jasmine， 然后再加上就是祝贺你们。健康成长，快乐成长。一直赢奖，不讲话说。喂，要有中黄标，暴力行为。是哦，你看，我们是很爱鼻子。我不爱。很爱鼻子，嘴巴。顺便庆祝一下，我回归你们的身边。嗯。有，讲到好像我们屌啊万怪。是哦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回归我，所以我原本是属于。我操！讲到这样更不应该啦，他从来没有属于过 Jasmine 的话讲。哦，功多错多啊，真的呀！哎喂，狂飙这个狂飙，喂！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在收拾那些家里的东西，全部 back 起来哦。这些箱子啊。哦，这边全部都是 Jasmine 的东西噻。啊，这边 Jasmine 是 Jasmine， 这个也是。我不要跟他一起收。同时收拾是因为他会乱铲掉，对对，给他收先，收了过后才，因为他要先搬先嘛，哦，所以是他搬了，
没有这些东西，收视是其次啊，最重要的是你要讲干话、啊。没有，最重要的是心情收视好吗？啊，心情收视了，收视好了，早就收视了，知道吗？这样是很棒的东西。讲真的啦，来讲，很少人啊可以做到像我们这样。这样分流过来可以，就是分流，还是朋友，还是朋友、啊，然后互相帮忙这样。啊，对啊。哦，真的很少人可以做到我私人的。是，我也觉得啦，啊，很惊讶，很惊讶。对，因为我以前的观念就是会觉得、啊、哦，分了就一定是要干吵 就是一定要不爽 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不要见面就不要。没有分了不是不能做朋友，对，只是你的下一任就是彼此的下一任会不会介意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彼此下一任，在嘴巴下一任。所以你知道周末阿旺会分了吗？太废了，太废了。